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 Kata 在山上会同大家去青大石间，由良景村去青山君路往良田坳。边咧就系田山啦，呢边就系上菠萝山嘅，然后呢边咧就上青山啦。我哋今日就行呢一条路。呢度就可以落到去外龙潭嗰边啦。咁呢啲路咧都类似系，即系青山落嚟嗰啲浮沙碎石路啦。咁行嘅时候就要小心。呢下子咧热到爆，唔开遮系真系会热死。行咗冇耐就嚟到良田仙泉啦。咁就有啲神云客建设咗个休憩空间出嚟，方便可以休息同埋攞水。平时都见到好多人车住或者拎住啲大水落山嘅，就喺呢度拎水翻屋企冲茶。隔篱个叔叔都斟咗一支啊，仲叫我试饮一啖。好清甜，好正。青大石涧水源源自于青山，流向下白泥大水坑。剛才经过了，我又忘记了影了，有个分叉位的，右边就可以去到卧龙潭方向，左边就直接入瀑布。这些路简直是我的弱项，到底越野电单车是怎样行的呢？这些路就不危险的，但就很难行。终于来到青大石涧了。如果要去卧龙潭的话咧，喺呢个位置之后咧就行右边啦。行完右边之后咧，我哋去完嗰个潭，会再翻翻嚟去埋嗰个瀑布嘅。由于呢度咧沙石底啊，所以咧一拖鞋行好急咯，得闲就落水浸一浸。佢有沙滩咁样，成街都系沙。对上一次嚟呢个卧龙潭牌都仲喺下面个大石度嘅，今次就俾人搬咗上嚟啦。哎呀，死啦！好快就嚟到青山嘅四叠潭啦。
條路咧可以上去咯。但今日因為我袋唔濕得水咧，所以就行呢邊。一度咯，一度有條山路嘅，條山路就咁樣咯。條山好濕嘅，休息完又放完飞机，咁就沿住间道继续前进。过咗头先个潭之后，啲路咧就需要多啲手脚并用嘅，所以大多数嘅人都会去到头先个位调翻转头走噶啦。去到五道水，咁就喺左边度揾山径，离开花花良田坳。终于离开咗呢个通大啦，而家就行翻良田坳咯。行翻呢度系咁样咯。沿路咧，都幾多豬籠草，我發現青山呢一頭，喺其他路都少嘅，但比我想象中少好多人行咯。瀑布位直頭係冇人咯。良田坳，我见到系有人声，我好感动。出翻嚟呢个位咯，噔噔，哇！啲汗爆到癫咗，好似流鼻涕咁流紧落嚟咯，啲汗。
难得有水位，即刻睇下只脚先。头先踩咗嚟啦，真系好舒服，好清凉啊！终于翻返嚟大路啦，良田坳一日游，兜咗个大圈。小芒都闻到阵臭味，啲风系有阵臭汗味，好臭啊个人。好呀，又嚟到呢个我最惊嘅位置啦。呢个位其实真系劲高咯。今日的行程又完结了，拜拜。看到最后的你，可不可以给个 like 我这条片啊？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想看更多我游山玩水的靓相，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和 IG。最重要自己垃圾自己带回走出市区，拜。